也每日好吃好喝的，养着你如何？给本仙下毒的时候没见你害怕，现在倒是知道怕了。你们不是老问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抓白静瑶吗？现在我就告诉你，因为它是绝命剂，只要吸收其体内的精魄，就能救我们教主。你找错人了。它不是什么绝命剂。少胡说八道，别以为你是神兽我就不敢杀你。正因为我是神兽，他是什么？我比你们更清楚。明日酉时，十里堤，不见汝，奉则休亡。老师，老师，你没事就好。幼儿。老师，你就是和静瑶缔结契约的那只妖吧？老师，我。人固有一死，你别在老师身上耗费灵气了。老师，我先出去。来，帮为师梳洗。瑶儿，你从小被遗弃，为师把你捡回来，可
看着你长大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女儿啊。老师，对不起，从小到大您教导我，爱护我，可是我却没对您信守承诺，和他解约。我不怪你，那日为师见他第一面，就确定你非但解除不了契约，还会深陷情网，无法自拔。老师，我……你可知他为什么要跟你缔结契约？因为你就是传说中的绝命技。绝命技。青瑶，如果心里难过的话，就哭出来吧。你找我，是因为我是绝命技，是增进你修为的绝佳工具，对吗？你为何不答？你说的不错。我一开始接近你，的确是因为你的特殊体质，可以增进我的修为。青瑶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对你并无半分虚情假意。你住口！要不是你，白素轩又怎么会受到牵连？果然，人要殊途，药不论好坏，都会被人类误解、恐惧。既然你这么想杀我的话，你便杀吧。方平，我求你了，你把契约毁了，我们可走可。